东西南北，春夏秋冬，二十四时，《黄帝内经》依循天地之道，认知生命本源，顺应自然规律，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性。北京中医药大学屈黎敏教授为您讲述中华几千年的养生智慧。敬请收看名家论坛五周年特别节目《黄帝内经》。好，这一节我们讲阴天之序，也就是人体生命日绝律，也就是一天当中人的养生法则。那么这里边呢，首先我们要讲子时。所谓这个时辰啊，是夜里一点，十一点到一点。那么这个时候为什么叫，我们现在都用的是小时的概念，那么针对于古代呢来讲，这就叫大时，是两个钟头，十一点到一点。那么这个期间呢，是胆经当令。所谓当令是什么意思呢？当令就是值班，这个期间呢是胆经在这值班。那么这一点呢，第一要讲一下养生机。对，在中国文化里边，它非常重视这个时辰，就是子时是一阳出生，往往是在，就是恰恰是在天最黑的，最黑暗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阳气开始生发。所以呢，在中国古代呢，就是说有《黄帝内经》里有一句话叫做凡十一脏皆取决于胆，取决于胆的什么呢？取决于胆的生发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体会，到八九点钟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困，可是呢到十一点的时候我们恰恰就清醒了。这就是因为什么呢？这就是因为阳气开始生发起来了，阳气生发起来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啊，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胆经啊，在我得先介绍一些概念。胆经，涉及到胆经的时候，我们中医里讲任何一个脏器，它都关系到中医的脏啊，是这么写的，脏它都关系到三个层面，形气神。所谓形，就是它的物质基础。比如说不要以为说我把胆囊切了，说我这个胆气胆经是不是就生发不起来了吗？不会，那个胆经是一条人体的一个很长的经脉啊，就是从头一直到脚，从头一直到脚。那么这个是行，那么气呢，就是指的是经络，它的气的运行。气是指生命的生命方式，生命运动方式。然后神呢，是指行气特别足的以后的它的外现。所以我们中医非常有趣啊，就是说西方人说脏是一个肉月旁一个那个庄字，那是指的是，就是指的是那个物质结构。而中国呢说的是藏，是内脏的意思，内藏就有外象。比如说我们一根手指，大家想一想，用中医的观点来理解，一根手指上就会有五脏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一根手指上就有五脏。那么手上是有皮毛的，在中医里边说肺主皮毛，所以你皮毛的问题都跟什么有关呢？跟肺气有关，跟肺气有关。像皮肤病啊，皮毛的这些毛病都是跟肺气有关的。然后呢，皮毛里边裹的是什么呢？是肉。肉跟什么脏器有关呢？跟脾有关，脾主肌肉，脾主肌肉。那么在这里边还有什么？有血。血是什么呢？由心所主。你看心肝脾肺肾啊，血由心所主。然后里边还有骨头，骨头是肾所主，骨头是最收敛最密练的最固练的一个东西，所以它是由肾所主的。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筋，你这个身体要想活动都是由筋来连缀的。那么这个筋在中医里，你这个筋的好与坏跟哪个脏器有关呢？跟肝有关。肝气是否生发跟这个肝经有关啊，这就是一根手指都可以看出五脏来的。那么
在子时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是胆经生发。胆经大家看一下，胆经这个图就是从人的外眼角开始，一直沿着人的两头的两侧这么下来，然后沿着人体的侧面，比如说我们喜欢把手举起来，这都是在伸张，这个都是在拉那个就是胆气的这个生发这个样子。我们一打一个哈气以后，然后人就显得精神一些，这也是胆气生发起来的这个象。然后一直沿着这个身体的外侧往下一直走，一直走到脚的小指次指，就小指旁边倒数第二个脚趾那儿，这是胆经。那么它一直沿着我们的后脑这走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胆主决断呢？胆主决断就是说，当你有比如说你有些事情想不清楚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会有一个动作，是什么动作呀？挠头，就在这儿挠，你挠的地方正好是胆经的地方，那个就是胆主决断。你的决断力不够的时候，你就挠头。你说这事儿真让人挠头，所谓真让人挠头，就是说你决断力不够。你通过这个胆火一上来，这就会发痒，然后你就挠这儿，这就是胆经的意味啊。那么为什么大家想过没想过，十二生肖当中为什么以鼠打头？子鼠丑牛，子时它的象又是什么呢？是老鼠。老鼠是在夜里最活跃的，那么老鼠为什么还要用老鼠来比喻这个胆经的呢？这个问题呢，就是说在胆虽然主生发，但这个时候阳气还特别的小，就像老鼠一样小。所以呢，在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太极图，就随便画一下太极图。现在一般的人认为呢，就说的这个鱼眼就为少阳，胆是为少阳啊。少阳就是最小的那个阳。那么从这个图上，咱们也可以这样理解：这如果这边是阴的话，那么这边是阳，阳少阳是指这儿，这儿是阳最多的地方，而这儿是生发力最足的地方。有人把这个鱼眼又比喻为少阳，这是说它非常重要的意思。阳气的最终的生发是要靠这个，就这个鱼眼这儿起来的。所以这也是十二生肖以鼠为首的一个原因。那么我们经常还会那个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到了十一点的时候，如果你要再不睡，往往我们现在熬夜的人特别多，十一点以后然后就开始那个不睡觉，那这怎么办？慢慢慢慢形成一种，就是有的很多人会出现失眠。那么失眠的原因和治法到底是怎么样呢？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黄帝内经讲，既然是讲顺其自然，实际上是很简单的一句话，就是告诉你怎么吃饭，怎么睡觉。那么在失眠当中，有一种在临床上见的，现在目前见的最多的是哪种呢？就是心肾不交造成的失眠症。所谓心肾不交是什么呢？心，我们刚才说了，是为南方，南方心就是火。心就是火，这个是易经里边的离卦。然后呢，肾水，这是水，这就是水的象啊，大家记住坎卦，这就是水的象。那么如果心肾不交，这个呢，这个卦象这么摆下来以后呢，这个卦就非常的不好，这叫未济卦。就是心火是上飘的，肾水是下行的，那么虚火扰头，虚火全在上面扰动着你的头脑的话，你就容易睡不着。所以呢，一定要把这个卦象，治病是怎么治呢？就是把这个火一定要拽下来，就形成这个卦象。
这个卦象就非常的好，这叫既济卦，就是让肾水上去，让心火下来，就可以把这个失眠治好，就是把上面的虚火拽下来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胃不和则卧不安。假如你晚上吃了很多的东西的话，然后呢，我们的人体就是这样，你晚上吃了很多东西，那么你的元气，你的所有的气血都要在这消化食物，所以呢，阳气就不能充分的到头上，老翻身睡不着觉。这种睡眠的，那这种失眠怎么治呢？一句话，少吃，晚上。中国古代养生甚至告诉你叫过午不食。为什么到晚上就要少吃了呢？白天上午是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，那么阳气是可以化万物的，这个观点大家一定要记住，阳气可以化万物，所以在上午的时候你吃多少东西都没有关系，老天那个阳气还有人体内部的阳气都可以把这个食物消化掉。那么等到晚上的时候，那么阴气一派阴霾之气，那么任何东西都是不容易化开的，所以夜里晚上吃东西本身就不容易消化，反而会造成对你人体造成损害，这就是子时的一个概念。好，下面第二个时辰是丑时，丑时是夜里一点到三点，这个时候是肝经当令，也就是说肝经在这个时候是值班的。那么肝有几个作用呢？比如说肝藏血，肝主筋啊。首先我们想讲第一个概念，就是左肝右肺。这个问题啊，是目前西方医学很不同意的一个观点，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肝是在人体的右边，是在这边，可是呢，你中医为什么非要去讲左边为肝，右面为肺？那么这个实际上呢，大家去药王店也会看到，这叫什么呢？药王店里边一般供的都是孙思邈像，孙思邈像呢，经常会出现这么一个图，就是孙思邈底下坐着老虎，手上抓着一条龙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他在告诉你龙是什么，龙就是东方，所以还是我们刚才那个图，这边是什么？在中国古代文化里这边叫做青龙，东方，这边是西方，这边叫什么？白虎，南方叫做朱雀，北方叫做玄武。那么这边既然是东方为肝，就像青龙，青龙龙，你大家看外边所有画的龙，龙都是飞腾的，飞腾向上的。那么我们中国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图，叫做二龙戏珠。二龙戏珠图，二龙戏珠图一般的这中间这是这个珠子，实际上就代表生命，生命才是珠宝，对吧？那么这边青龙呢，一般是这样，生着的龙一定要降着点头，而我们大家去看画虎的图，最凶猛的虎的图是什么样的？是下山虎，对不对？虎都是主降的，白虎嘛，白虎是主吞的，往下降的，这个气，这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气，但是气往下降的时候一定要抬起来，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妙处，任何东西不能只升不降，任何东西又不能只降不升，这也是中医这也是易经里所讲的脾气太来的这么一个概念。
那么你这个降龙伏虎就很难。那么是为什么左肝右肺呢？实际上它告诉你，肝气是主生的，肝气啊是主往上升的。比如说出现头痛的时候，在很大情况下你要看病的话，有人就会告诉你头痛是属于肝阳上亢，就肝的阳气拼命的往上走。那么实际上是告诉你哪出问题呢？是你这个收敛的功能，降的功能出问题了，你就这么一直升上去了而没有降，这就是很难的。这是讲左边实际上是在讲生发，在往上降，往上升。然后呢右边呢是主降，肺气是主降的。所以呢降龙伏虎这在道教的养生里边也是认为最难的，就是把人体的气机升中有降，降中有升，才是最难的一件事。那么什么叫见群？易经里有一句上九，乾卦上九，见群龙无首吉。所谓见群龙无首吉，就是生发生长收敛收藏全有，就是这个生命之珠，这个几条龙都连上了，明白吗？这个几条龙都连上，这叫见群龙无首吉，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，这也是身体的最佳最健康状态。你回去要看你自己身体不健康，你就要知道你是哪个方向哪个部分出问题了，你是收藏出问题了还是生发出问题了。你整年到晚没精打采就是生发出问题了，而你生发的问题是从哪儿导致的呢？是因为你冬天藏的不够，是因为你把你肾精耗散的太厉害了，你没有东西可以生发了。所以在中医里这就叫什么呀？水生木。如果你冬天的东西没藏够的话，你生起来的木你就生不起来。这就是中国文化一定要看前三步看后三步，而不是看当下。在治病上也是这样，不能是哪儿的病治哪儿。中医里就讲不治已病治未病，这儿已经病了，不治这儿要治哪儿啊？要一定要记住是从底下出问题了。所以你要固摄出中央脾土，然后再把这儿收敛功能恢复，你这个肝病才能好。这也是讲肝肾同源的问题啊，这就叫左肝右肾，就左肝右肺。好，第二点呢是肝藏血和肝主筋。藏血的功能实际上就是它的低头，升龙的低头，它能够藏得住，它能够把血藏得住。然后主筋呢，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筋的方面，比如说我们的手掌握不起来，这个握力出问题了。所谓筋是指弹性筋啊，我们看到外边的那个皮筋儿什么的都是有弹性的，当你这个弹性人体当中的这个弹性出问题，全是肝出问题了，全是肝出问题。而肝呢这个筋的弹性没有了，又是由谁出问题？又是由血出的问题，是血不能够濡润这条筋了，这样就出问题了。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我们现在就是肝病啊，肝病的病人特别多。这个呢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很不好的习惯，比如夜里不睡觉，夜里一点到三点如果你不睡觉的话，你就养不起肝血，养不起肝血，这是很危险的。所以夜里头从子时开始就是一定要睡觉的。第三个问题就是将军之官谋略出焉。所谓将军之官，这个是在《黄帝内经》的《铃兰秘典论》里边说的，就说肝呢是为将军之官，是主谋略的。所以说我们的聪明才智的最大发挥与否，是全看我们的肝气足不足。如果我们肝气很足的话，我们就显得很聪明，就是反应很敏捷。那么将军之官是什么意思呢？将军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将军可不是能打仗的人，而是能够运筹帷幄的人。
所以他的所谓将军的那个运筹帷幄的那个功能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藏血的这个功能。而这个谋略出焉，就是说的把肝气养足了才能够出谋略，肝经养足了。而且回过去我们讲左肝右肺的时候，还有一个日常生活中一个象，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生气的时候，当你一生气的时候，刚开始生气你是哪边疼？刚开始生气的时候我们通常是这边疼，右边疼，那是肝气先瘀滞住了，不会一下子就疼到肝这儿来。再生气就吃不下饭了，这就叫木克土。木是肝，然后中央脾胃为土，吃不下饭，生了气以后吃不下饭，这就叫木克土，就把脾胃给克制住了。那么这个时辰叫什么时辰呢？叫丑时。这个丑字啊，丑字怎么写啊？丑字在古代是这样，记住啊，凡是这么写的字都是丑，是丑。那么丑呢，是这儿有约束，就是说的手要伸出去的时候又要缩回来，这不就是要伸不就是生发吗？缩回来不就是那个收敛吗？所以呢，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丑时的时候，虽然生发像牛一样，生发气很足了，像牛一样大，但是呢还要有所收敛，这就是丑的含义。好，下一个时候是寅时。寅时是夜里三点到五点，这个时候呢是肺经当令，肺经当令啊。那么在《黄帝内经》经脉篇里边，实际上就是以肺经开头的。那么我们想一想，为什么在所有的经脉里都是，比如说《黄帝内经》里边，它的一个顺序是肺大、胃脾、心小肠、旁肾、膀胱、胆肝肾，不是胆肝肺，还是按照这个顺序这么走。那么那个为什么从肺经开始呢？实际上我们现在过春节也是在什么时间啊？在寅月。那么寅月实际上这个寅时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。比如说我们夜里几点醒来，这是最危险的时候，实际上就是夜里三点到五点醒过来是最不好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《黄帝内经》当中，他把肺经归为什么？它的职能像什么呢？就像相父之官。所谓相父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皇帝的宰相，同时父是师父，是老师，是老师的概念。这个呢就在古代社会里相当于哪些人物呢？相当于姜子牙、刘伯温这种帝王师。那么这个它起什么作用呢？肺经是起什么作用？肺经实际上是它主气、主志节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从这个时间段开始，从三点到五点开始，实际上人体的气血开始重新分配，相当于国务院这种往下重新分配，你心需要多少，肾需要多少，这个气血的分配由肺经来完成。所以三点到五点时候应该是人睡得最沉的时候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就是说我们人体的从静到动的转化，一定是要通过深度的睡眠来完成的。这种重新分配的过程当中，一定是要在你最深度睡眠当中来完成。所以肺经在这个时候，连包括小偷都知道，小偷都是这个时间段去到你家里去偷东西，因为你睡得最死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除非这家人没有老人，为什么老人就容易早醒？实际上老人在这个时候是指他，就是人老了以后他速降，就是他已经没有多少精可以收敛了，他的收敛功能已经很差了，他就是只剩宣发了，没有速降。所以这个时候老人是容易早醒的。而且对于我们正常人而言，如果这个时候早醒
或者是出现大汗淋漓，你的收藏的功能已经很差了，这个时候要赶快的去找医生啊，去看一看，把这个毛病给治过来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既然是早醒，所以呢，那个还有一些心脏病人会死于凌晨三四点钟，也是跟肺经这个时候开始重新分配人体气血是密切相关的。因为这个时候当分配不够的时候，心血不够的时候，就容易出现心梗的问题。反过来讲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就要注意，家里如果有老人，如果有心脏病人的话，一定要注意他慢起床，提醒他慢起床，同时呢，尽量的不做早锻炼。就是早晨气血刚刚开始分配，如果他这个时候一锻炼，等于又生硬的来调一些气血上来，这样的话，他容易造成他的一些，就是所谓的猝死的这些现象。这是肺经啊。好，下面是卯时。卯时是早晨五点到七点，这个时候是大肠经当令。我们原先老说啊，早晨养成排便的习惯，其实不用养，这是人体气机自然的一种走势。到早晨五点到七点的时候，人排便应该是很正常的，人体的正常的一种现象。那么在这个时期呢，早晨呢叫做什么？天门开，五点到七点天就亮了，这叫天门开。对于相对而言呢，地户也要开。那么地户呢，在中医里就指的是破门。我们说过，就是指的是就是肛门啊，这个是破门。那么在中医里第二句话呢，叫做肺与大肠相表里。肺和大肠相表里，所谓表里是什么呢？表里是一种什么关系呢？就有点像夫妻。丈夫在外边忙着的时候，然后妻子呢就应该在家里，就是丈夫如果特别忙了，妻子也相对的要忙。那么肺与大肠，上一个是肺，这一个是大肠。肺在那儿已经就是我们实际上我们中医为什么要问二便，大家想一想，中医问二便在很大程度上是问的是心肺的功能。如果你大便的那个便细，或者是你大便出了问题，实际上是你肺气出问题了。而且肺与大肠相表里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有一个现象，你可以知道，当你解不出大手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应该通常做什么动作？你应该是憋一口气，而不是从那儿攥拳头。这个气，肺气可以推动着这个大便下来。那么所以说便秘和拉稀，它都涉及到一个是主筋所生病，都是所谓便秘是什么现象呢？便秘就是肺气如果过实的话，它筋是什么？筋是往外渗透，那么就是把里边的液都渗透出来了，那么你就会形成便秘。筋是一个动词，往外渗透就挤压的那个动作。如果是拉稀，是说明你筋的功能不足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啊，就说的如果家里有心脏病，比如说有一个著名的艺人，他就死在厕所里，这个现象呢就是什么呀？他是心梗，这个在古代就有记录。像这种人基本上都是因为你如果有心梗的这种毛病的话，你就要注意你的在接大手的时候不要太用力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